植物生长有三要素，那肌肤呢？想要年轻发光肌，早 C 晚 A 还不够，科学养肤从每日 A、B、C 开始。维他命 A， 肌肤电熨斗，深入肌底抚平细纹；维他命 B， 肌肤加湿器，修护屏障，快速补水；维他命 C， 肌肤抛光滤镜，淡化斑点，紧实肌肤，敏弱肌也适用。每日早晚 A、B、C， 修护抗老，脸发光。科学养肤 ，Thermal Lab。